你好，欢迎收看行家论股，我是杜詹林。隔代科技现以每股派送一红股，共派送6亿2600万红股回馈股东。派发红股之后，股本将扩大至12亿5200万股。红股享有日待定，预料可在今年末季完成。大众投行研究认为，该公司派发红股并不会影响公司的基本面，但是会增加股票的流动率以及投资者的参与度，因此正面看待此事。另一方面，隔代科技早前也建议转战主板，该计划同样将在今年末季完成。行家相信，转战主板和派发红股都对隔代科技带来益处，因为这让隔代科技更具投资价值，并会增加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投资者的兴趣。行家维持超越大市的评级，并给出派发红股前8令吉80仙的目标价。